大家好，我是佟盛祥非遗传承人马桂娟，今天给大家做一道牛羊肉泡馍，掰的时候二分之一从中间劈开，掐成黄豆梨掌大小。切肉的时候呢，肥瘦相间，切成两条鱼的形状，加上粉丝，完了以后加上葱花，上火加汤，先打起浮沫倒入刚才掰好的馍，牛羊油加上味精，好，完了以后就一碗羊肉泡馍就好了。